手范玮琪也许不愿意，但还是做了最重要的决定：今年九月的演唱会宣布停办。原定九月八号在北流音乐中心举办演唱会，已购票的消费者可以办理退票，不过选择取消疑似是担心这灯牌。 本该写着范范的应援灯全被改成 Me Too，原来是因为范玮琪的老公黑人陈建州卷入 Me Too 风波，不少网友号召要用这个灯牌到演唱会现场抗议，没想到主办单位临时将演唱会喊卡。不过范玮琪的人气已经不如以往，演唱会开卖后有近两成的票没卖掉，又加上陈建州性骚在脸书上不断出现门票低价转售的贴文，一张一千两百八十元以五百元出售，不少死忠粉丝。 都觉得赚到了，但其实演唱会喊咖之后，正常管道买票的人可以全额退款，反倒是用低价转售购入的人，钱恐怕是拿不回来。 部分粉丝的钱找不到，范玮琪的演唱会也真的到不了，一切都变得不美好。三立希望李文轩、翁嘉宇台北采访报道。